Bye bye.大家好，小弟已经到了香港了，记得香港机场现在 check in 出去了，请大家继续收看香港。主席到了香港机场了，现在又入去体验一下香港厕所，有几靓几先进。好，请大家跟我来看看，值得赞啊！见到厕所翻简洗手吹干埋几方便垃圾桶隔离，唔使走嚟走去，正唔正？厕所，香港厕所机场，值得赞啊！ Yes. 大家到咗香港咧，开始攞行李，开始出去咧，你要填呢张嘢啊！香港入境事务处下 Immigration Department 啊 ，Hong Kong 啦，要填咗一张嘢然后先搞掂噶吓。近啲俾大家睇，就系咁啦。好，我哋继续行。
啊，俾大家睇下呢度香港机场啦，啊，靓唔靓？几靓喎！啊，兜一圈俾大家睇下，好多嘢食。哇，啲标犀利啊，啲名标、广告标好多，唔知道有冇劳力士呢？啊，一阵间要睇睇先，兜一圈俾大家睇下先。啊，香港机场，见识一下吓，系咁啦。好，我继续行啦。啊，小弟俾大家睇下香港机场啦，几先进啊！而家香港个机场有咪个画面电视大电视，呢个几寸又唔知啊，应该都有唔知有冇1000寸几大电视，使唔使嚟？香港而家机场又干净啦，又先进啦，哇！真系～如果唔去旅行，唔去香港都唔知道香港就咁啦。啊，俾大家睇下啦，见识下香港机场就咁啦。好，我哋继续行啦。啊，大家好，既然嚟到香港旅游啦。我梗係幫襯佢啦，食喺呢個叫唐記包點啦。機場裏面呢賣點心，乜鬼都有賣。咁啊，小弟買少少試食，係嘛？睇好唔好食？好，請繼續收睇。呢啲係啊，啲粉腸啊、點心啊，呢啲咁嘅嘢啊。咁呢盒咧就係牛筋咖喱腩啦，同埋飯啦。嗱，呢個先犀利，呢個老火靚湯啦。啊，試又割又成啦。試個湯先咧。啊，而家小弟請大家飲湯嚇。哇，唔錯，啲湯喂。真係有少少料喎嚇，再飲多一啖添啦。請大家飲老火靚湯。
嗯。要先买咖喱饭先，要咖喱牛筋咖喱饭。诶，呢个牛筋啊，系咖喱啦。香港机场食吓咖喱牛筋饭啊，啊见到，请大家食，放少咖喱落先吓，少咖喱。嗯 ，OK OK， 哇，咖喱唔错，好入味，好有咖喱味同埋鱼肉。第一试呢个系啊烧麦啦，香港烧麦啦，耶咁得意啊，有芝麻，大家香港烧麦有芝麻噶吓，请大家食。哎呀，咁搞笑嘅，有啲银银仔，有少少淡啊。好像有鱼肉味，不是有啊，猪肉味，好像鱼肉味喎。所以呢种烧麦系好特别喎。嗯，啊，试下粉肠先啦。啊，芝麻粉肠。嗯，有少花生味。啊，甜辣椒系咁多，都食得下喎。试埋佢。香港魚蛋機場，嗰啲波嗰啲啊嘛 ，OK 唔錯，呢個魚蛋值得飛價嚇。好，嘢食完啦，啊，機場嘢食係咁啦 ，OK 唔錯，食得下，好，拜拜嚟啦。